这事儿不说，干回使不上劲儿啊！再说了，这事儿啊，早晚得露馅儿。到时候，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？行了，娘把你叫出来，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？那能想好了？买这干啥呀？你别管了，回家呀，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。哎，哥，你把你小枕头扛回来吧。 哎呀，这大当街的车，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！难受啊，肚子疼呗。 行，你这肚子，娘，你找俺俩啥事儿啊？你们说咋办吧？啊，啥咋办呀？怎么了？你们这回雨天了哈，该乐的蹦高了。 小肚子里的孩子丢了，咋会呢？咋不会呢？都是给你们害的！你们这是什么心呐？啊，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，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，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？哎呦，我那个大孙子呀！ 你们看看看看，你看，一说起这事儿，秀多伤心啊！不伤心吗？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，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。秀，别太伤心了啊！都是你们俩作的，就不明白了啊！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？ 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，娘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对，我该死。娘，我对不住二嫂，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。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？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。娘，都是我该死，我让秀柔干那么重的活，活脱把娘那个大孙子给弄没了。娘，我也不对。 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歑，多帮她干点什么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现在事儿都过去了，已经都这样了，还念叨什么呀？秀儿孩子也没了，算做个小月子。看，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。至于你们妯娌俩嘛，自个儿寻思着办吧。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咱俩一块儿去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 都买了，还买什么呀？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。打今儿起啊，秀儿就歇下了啊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，行不行啊？行行，嗯。哎，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，可有一样，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。 说的话呀，这能不疼呀？一天三顿饭，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，那就是一百来顿饭。哎呦，这一百顿饭怎么颠对呀？我这也犯愁呢，我白天天天上课，中午又回不来，晚上回来的又晚，看这事儿给闹的。也是，啊，你要拖滑呀？啊？
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，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，是我挑的头，那你刚刚在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？要不然你别答应了，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要不然早饭我做，中饭和晚饭你做。 呵呵，你真会安排，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。大嫂，算我求你了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星期天我休息，全天都我做，这样还不行吗？行了行了，耽误是你大嫂呢，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。 听说老二家的小产呢，啊，怎么不留意呢？咋留意啊？那孩子实诚，爱干活，大大咧咧的。哎，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。我跟老大家的、老三家的都说了，让他们俩去伺候。 放心吧，别操心了，你就。啊，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。二嫂，哎，起了吗？哦。秘书，你这大清早的。 干嘛呀？快把衣服披上。哦，哎，我自己来吧。二嫂，你可别外道啊！你要以后想吃什么，你就吱一声。您天天教书挺累的，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。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，以后啊，早上我管，中午和晚上归她管，她比我累，我累不到哪儿去。你们俩这么对我，让我心里。 挺不得劲儿的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。来，把面吃了，待会儿该驮了。嗯，我喂你吧。哎呀，快给我自己来吧。爹，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！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，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。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！管用，过些马岭的时候啊。 这鞭子一亮，天外天立马放行，嘣儿都没打。货卖出去没有啊？啊，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，订货的人特别多，我想着。